从这些啊，你就可以啊，这个有效果的啊，就是你对自身的安乐，啊，咱这目标，啊，咱小关系，啊，做朋友啊，好当伴人，啊，率领着啊，这小关系。啊，即种委员啊，种花地种咧，哦，啊，伫咱分中啊，来谈着说讲下足球，哦，啊，互相咧虔诚，哦，来先备着咱咧鲜花水果，哦，啊，即金泡椒、金针，啊，来虔诚啊，敬献，哦，咱比如说讲下，哦，还会当来，哦，即个比如咱还是种落下地种咧。将来，诶，咱更多用平安，啊，是咱这个台湾市管理合作有点上的，啊，有些的共同，哦，比如台湾市，啊，这个众多啊，协助客家平安，啊，受人负担，不能要求通过红灯用夜空直接红土大灯拜，拜拜，三拜。也过程在内部前述，后现在在安静的时间，这个会晓国际事务啊，这个主务委员李水来啊，率领着着咱这个啊国际事务这个合船的总委员呢啊，伫台湾分中来接受啊，咱前边着安尼鲜花、水果、面包、食现金，啊、来虔诚来这个恭祝着咱有圣公爷啊，圣诞。哦，献一首啊，献献首，我们那个伙伴刘庆公爷，伊就福德树福德建设，哦，比如着咱这福德树种落下地主，哦，阖家平安，年年大发财，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来上香。啊，福中接请，咱这有的男性中刘庆公爷，福中地府千岁，我那个尊敬个，啊，咱这在安静的时间。万丹大兴，我的管理委员会，管理委员会，我的总委员，我的罗主呢，有这个罗主，我的副部门啊，总委员也不得，啊来率领那总委员啊，你们那分组啊，就总不能留下，现场点酒，现场点酒拜，啊。先叫咱个先发水果，立金一面泡椒，我来去来见面，啊，何妨咱有些公爷，哦，见到咱大领导、大少爷、大爷，中堂安坐三平地，哦，下当中堂表彰咱大领导、中楼下地主，啊，这个客家平安，哇，树叶红土大地，哇，那个下年年，我哋大盼吉安哦，下拜，哦，再拜。三拜，啊！我用这只，俺用给南京江刘县公爷，正拜的夫妇亲戚，啊，刘一尊吉县公，万代呢，在咱那正是咱万丹县公庙，啊，这个管理委员会主委员，啊，这个林金福，啊，率领着咱这个啊，庙总委员的总信众呢，来啊，虔诚来这个。前面着咱这鲜花水果，啊，金针，啊，大枣，啊，金泡椒，啊，一种种，有些公爷，这在泉州，这里烧，啊，何况咱了这公爷，何安呢？在咱这神王庙，啊，神王尊神，在咱共同来表着咱神王庙众，啊，罗华地主，啊，你家平安，啊，顺利福泰。一切我和红灯玉玉，再拜三拜，还上龙。用接下来咱玉的南仙宫刘仙公爷，高僧大人吴先生，就来为尊神献供。我们这个今夜在咱安静的时间，这个万丹和这个旧社长，还有印度诸位委员李俊明，我率领着咱合众啊，这个众委员呢，伫临安分中来甲咱刘社公爷祝寿，啊，延续着咱这鲜花水果，我定用财宝，我安尼进行泡酒，我来虔诚来敬献。啊，恭祝着刘圣王爷圣诞千秋，圣圣寿百，
啊，何妨着咱刘姓公爷不生大地父千岁，伊就着这个九世地府三千岁，安尼会当来强中来庇佑着咱这个合掌众多弟子，啊，家中哦，南无五洋大士，啊，年年平安，啊，年年大进财，啊，飘八方布啊，千秋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来上。天正着咱的玉帝南县宫刘县公爷啊，保生大帝五虎精神，万年不朽啊！的六合敬神，中华万岁啊！咱这今年岁数的猪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啊，新龙咱的刘县公爷圣诞千秋啊，你所收的这个客仔啊，这个客查某仔呢？哦，啊，这个金兵哦，在咱安前哦，要来家己祝寿啊，何妨呢？咱刘姓公爷啊，保生大帝夫妇亲戚朋友坐庄，哦，啊，就土地敬神，哦，安尼当然神灵显现，哦，咱庇佑着咱这个哦，伊的客仔哦，客某仔呢，会当来年年啊，就平安，哦，啊，年年平安顺遂，哦，安会当来啊，大汉。啊，你当以后哦，让台湾这个地方的这增长呢，哦，是一个这个祝财安吼。啊，咱这个下面来上香来拜，再拜，哦，三拜，啊，非常。